好多的小朋友，哎呦，小朋友招招手，来挥挥手，进来，我们都可以算进去。哎，连阿公阿妈也招手了。我们也得找我们家这个招招手。是吗，小朋友？来来来，今天介绍咱今日好朋友，来，今天的好朋友他们是中壢市力寶Smart学院社区的社叔叔阿姨、大哥大姐还有小朋友，欢迎你们。介绍我们今天的评审团，来，第一位是我们的张火龙先生，第二位是邱淑芬女士，大家好，第三位是蔡春桃女士，第四位是陈慧英女士，第五位，好，再来艺人朋友，第一位是台南的许仙姬，大家好，再来台北的徐雅芬，嗨，再来台南的王冰心，台南。我爱跟你说，王冰心。哎呦，加油！今天王永新错，很不礼貌，真的很不礼貌啊！有一次人家不写我王祖贤，我也很生气。那真的不需要生气。你今天嘛袂当怪因，为什么？因为人因拢是歌仔戏内底的前辈，啊，你是凭什么？才华我那也走，你看到快表演你就知道了。看到我拢做爱干呐，女一楼做丫鬟呐。爱干你。对，我休假爱干你，你休假爱干我。我跟你说，我一般休闲爱干休假。节目呢有没有？我小时候爱拄着小短对不？小姐甲爱爱干，对，嘿呀，小时候你喊你公司叫我咧，我现在加油哦，无拢公司恁啊。有人甲我问啊，讲你们男生谈生意，敢一定爱去饮酒啊、昏迷的？我讲一定爱去，因为迄天我就是甲几个老板哦，我就甲因去饮酒。阿林搞不要，伊拢茫茫，伊就甲我讲：“你演唱会哦，坐不满的票拢算我的。”好，第一位要跟我们表演的是许仙姬小姐。欢迎！哇，谢谢。啊，你现在也有主持节目呢，哈！我有看到你有主持，有啊。是什么节目？我没有看到。很机秒算，对，可以扣印，现场。你就常常拢爱讲问讲一挂问题，你啊家己有遇到的问题，还是朋友拢会？朋友哈，发生的代志较济啦。哦。啊，朋友发生的代志，但是因若要卡吼，拢卡袂入来，我拢会事先提醒问好势。哦。做这种节目很好哎，因为自啊，你都不用花钱去。找算命书，算命书哦，真的啊！都是想要有一个是你的偶像，来，原来是我的，你是他的偶像啊！对对对，我把你带上，都是我儿子，啊，都是你今天有带来啊？真的，好喜欢你哦！哎呀，好年轻，才几岁啊？他才15岁，14，他14岁，所以我还是有年轻的族群嘛。他会唱你的专辑歌哎！哦，谢谢。你那边没你的专辑啊？开车都给他 key 个哈呢呢！哎呀，我跟上一集的啦。来来来，等等，有工具。
这句话足感动的，十四岁的消费者的权益哦。伊讲伊每个人都要学他，我叫康康哦，透过你妈妈的关系给他要一片。不行，阿姨不行。对，因为还是自己买比较好。他这么讲、啊，你们这样太辛苦了。哎，对。對有时候我们会碰到那些那个朋友啊，就是我觉得这种朋友就是太不 gentle， 太不 gentle。你上级得啦，上级。哎，你上级不？啊，出书有没有？啊，送两本书，送两本书。啊、嗯，啊，我公啊，你在银行上班，怎么不送两张钞票来用用？这个逻辑是对的。幸好他没有再观察一点。你老公，你老公又说阿姨，你忘掉。就是我们其实都是很辛苦在经营事业啊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本土的艺人，来，掌声谢谢。来来来，阿姨那边公那边笑诶。哇，这个笑诶哈，是谁杀的小狗？是谁呢？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有一天哦，那个小芳，她很喜欢小狗。是。对呀。啊，伊就去买一只狗啊。哎呦。迄狗要回的时阵吼，哦，伊真欢喜诶，头一摆饲狗。伊就爱狗啊洗身躯，洗个足清足清气的时阵呢，隔顿工，伊就走下小康讲，在咧哭，你敢知影？啊，小康，我狗啊死去啊啦！啊，哪会安尼？是啊，小康讲，哪有可能？啊，你昨下买顿啊，啊，是安那狗啊会死去？对啊。伊讲，我嘛唔知影，我甲伊洗身躯洗好的时阵吼，伊就死去啊。小康甲人讲，这凶手是啥物人？我在想吼，有可能就是洗衣机，啊，无就是烘衣机。啊！你看小狗丢进洗衣机里面去洗，啊，爸还拿去丢烘干机里面烘干哦。养过小狗。哎呦，哎，真的会有人做这种蠢事？上次有一个，有一个是把他的猫。嗯、放在那个微波炉，微波，一线枯碎碎，搞哎鸟啊，可能微波炉搞崩了。他说要把它烘干呐、啊，比较快烘干，就那个猫就熟了嘛。所以这代就应该教囡啊，我囡仔袂向啊，尝试啦哈，就尝试。来来来，啊你哎王彩华讲要教恁搭配，伊有捌演过歌戏。他不是正统的歌戏出身啊。伊是啥物笑亏垮？笑亏垮戏。要不然，伊就要来演这笑亏歌戏啊！我就甲伊讲，哎，来才华才华，你既然要演歌戏，你就一定爱晓唱歌戏的。是，我甲你教。嘿。哦，伊歌性个讲，唔免啦，哎呦，歌戏我自细汉看啊大汉，那歌戏什么人袂晓唱，我会晓唱。哦。安尼，我讲，安尼会晓唱，好，啊，无你唱一下看。来，比我来讲，我即马先唱我正统的给恁听，哈。正统。新骑白马走三关，改换素衣啊花中原，这是正统的，对无？王彩华安怎唱呢？新骑白马走三关，改换素衣花中原。但是伊嘛唱过国语，演甲足好笑。哦，他自创一格，对，伊在他个人这应该是合音的部分。因为国语关键。但是讲实在，玉芳啊唱国语，佮唱比较好。真的吗？无你来唱，咱都爱两句。伊国语袂。新骑白马走三关。我新骑白马走三关。走三关。改换素衣啊，回中原。你两个，你两个音考起来多好。哎，兄弟，有噪呢，有噪音。我的噪，这个是厉害的地方，你知道吗？你先唱完你有法做吗？我袂晓。哎，其实哦，歌戏真正无好唱。你讲咱以前想讲 A B C 啊，啥 R N B， 歌戏的，你等骨较济。哎，对不？哦，你要转一个音哦，哎，无简单。等一下哈，我那个小生啦出台唱的时阵哦，啊，恁就知讲歌戏，为什么袂多这么济啦？真的。今仔日哦，两粒大配一粒小。两粒大配一粒小。安尼，咱就来唱一个流行歌曲啦，来听看卖。缓和这个气氛一下。好，这是老歌。老歌。爱情的火车站。来，掌声鼓励。谢谢。快车无咧等我，点点雨水滴，无情的电铃声音响亮着。
今才会分明想到心头人，故乡看袂放的手，放也快车。再来第二位就是我们的徐雅芬小姐，欢迎雅芬姐。徐雅芬爆料到福州的风流往事哦。你较早吼真介意哦，迄个林美照。是。啊，有一天咧啉烧酒，嘛是讲伫酒店一个小姐吼，身足甲美照差不多九十分的型，小刘就非常满意。嗯，是。伊讲，我甲你讲。今天要讲什么？我来讲一个迄个阿公店，阿公店的故事。阿公店有一天，咱这个吼，陈董的、赵林董的、哦，搁赵张董的、王董四个人呢，拢董的。你就知影，查甫人一般啦，讲生理也是做借口啦，对不？啊，其实后边迄段是要昏迷的嘛，对不对？你会吗？会啊。哎，男人就无聊的，食饭一摊，饮酒一摊。结果昏迷的，再来一摊。你敢有人甲我问啊？讲你们男生谈生意，敢一定爱去饮酒啊昏迷的？我讲一定爱去，因为迄天我就是甲几个老板哦，我就甲因去饮酒。啊，饮到尾啊，因拢茫茫，伊就甲我讲：你演唱会哦，坐不满的票拢算我。啊，今天第二天了哦，伊搁来酒醉就讲啊，这个面子面哦，我唔知影买我一张诶，啊，不过我得来跟说谢谢哈，就是，不是，因为他不能说啊，我常啉就是以北当安尼讲，因为伊爱讲伊变无面子，伊会得意，所以一定爱去这个所在。结果伊第二天讲看看，我咱过来啉酒，伊搁提找了另外一些大老板，哎，啊大老板啉搁啉酒就讲，提婆婆算我诶，因为很多大老板一起去，就没有几张啦。因为我那个专辑，我之前甲人去的时候，伊就讲啊送两百袋来安尼，哎呦，啊两百袋，而且伊讲我啊谢谢安尼。啊，结果伊讲啊，银行讲要去食饭饮酒，结果林女讲，你搁甲我报两百块，拢嘛是安尼。哎呦，哎呀，所以饮酒人话拢未听的啦。有当时啊，即卖人讲生意，就袂去酒摊，讲煞才会饮，对不对？对，较啊，有人较去较俗的所在，就叫阿公店。阿公店是爱上差不多五十个人才来行迄种店嘛。哦，哎。啊，我都讲四大天王去行迄种店嘛。四大天王。对。啊，去行迄种店的时阵呢，啊，有三个其中哦，这个陈董的啦吼，啊，搁林董的、廖董拢去过，甲这王董也毋捌去。哎呦，王董毋捌去。结果这个王的就是讲，哎，大家拢作势，一人叫一个。是哩。啊，是安怎？安那无甲叫一个？啊，尾来就讲，哎，有啦。尾来搁入来一个小姐，生得袂歹，就介绍入来。啊，不过足奇怪哦，一人点一个，迄个小姐坐足久嘛，无人要插伊。啊，这个姓王的就感觉讲，啊，大家拢咧喝啊，咧倒酒啊，啥，甲这个小姐耍咖呢？啥，这个小姐里边无人要插伊，他就觉得很纳闷。这个小姐生得真水啊，气质真好啊。为什么？嘿啊，啊，伊就讲，哎，啊，无这个我来点，这个好我就好。就讲哦，这个给你，伊嘛无较毒呢，啊，怎好点？一点了尔，啊，大家就算算，饮到足欢喜的。啊，这个王董的就感觉这个小姐确实袂歹，第一气质真水啊，小姐。你头一过来上班嘞吼，阿你讲，啊你未习惯啦吼，阿你酒会饮无？会晓拍滚无？啊，拢会晓，啊，都赞的啊，唔赞的，这样那未歹。对，有当下咱就是需要人甲咱拍滚，也是讲开讲。酒场就是爱赚查某嘛，爱耍嘛。结果一个讲来讲，小姐，今仔日我来带出场，我查某娘欢喜啊，迄种。又足欢喜，讲后壁甲我插出场，因为小姐坐台，最主要是出场尔嘛，赚较济啦。对对对。哎，一开始讲好，我要带出场，对不对？小姐就很满意咯，就开始要对这个客人献殷勤。嗯，讲诶，你讲伊啊，哪里讲？
知道哪来对你想开刀，是内容啊啦。这不是货。我妈妈听过讲，伊卖是哪一条街？伊卖外国啦，伊那有橱窗女郎，迄个是啥？哎呀，哦，啊，就是红灯区、啊，红灯区，对对对，红灯区。你问下别是讲这白的嘞，因为我唔办啦。我都袂放心哦，爱在遐叫啊，讲美金讲，例如讲，爱一百块，啊哈，啊不，佮三百块好啊，行情是三百块。这么贵？哦，假装啦，啊三百，啊佮有二啊五的，啊我问到一个有够水的，徛遐安尼。安尼对，啊你话者，伊讲一百。他价就是100块，啊，谈多爱300、250，拢无这个100才水呢。啊，这个才水那100。对，100块。我讲爱100好，我讲好。阿哥来讲好啊，行吧。你这个就唔在喜欢我。你屌哎，怎么你都够屌。你现在快把裤啊，前面都来啊。跟你这同款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其实这款物件哦，那你拄仔讲的问题哦，有嘛发生一个真人真事。哎呦，咱业界人，什么人？小刘。哎，刚伊听着，我无听。会啊，会演讲吗？会啊，你讲小音啦，小刘。小刘，你安尼讲讲出来，那个请看他的照片。小刘一摆，我听人讲的，伊是讲哦。真介意哦，迄个林美照，足介意美照，林美照，足在意一个，这是八卦，不过是讲你嘛熟悉的吼，真介意美照，我跟他讲，我卖甲别人讲吼，结果咧，伊都笑想的，啊，有一天咧啉烧酒，嘛是讲伫酒店一个小姐吼，生足甲美照，差不多90分的型，哎，人会这样转移，对。很漂亮，爱情转移。对啊，结果那一天又跟他跳舞，哇，我讲哇，就像我冒死啊，叫伊查某做阿西呢，规间干安尼，嗯，对，你就嘛做阿咩啊，嗯，即马甲伊讲就嗯，出场嘛是黄规间啦，啊，就声看嘛是黄规间啦，结果隔天个透早，小刘就非常满意，嗯是，起来时阵吼，就讲我甲你讲，你叫啥物名甲我讲，我一个月30000块哩。叫迄查某真欢喜，起来洗头，起来热头毛，头毛着长发飘逸。向阳，你讲用我迄三万五换好啊？你改换头换换用好。瑞福赶去大车票咯。穿哪？就生多啊！我这反正我去前头，伊那看到，就叫伊莫理言。对啦，所以大家马上知影讲笑，对不？来来来来，啊，搁来讲嘛是甲啉酒醉有关系的。啊，啉酒醉这吼，啊，我讲拄好无啉伤醉，啉伤醉出代志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我感觉今麦这个讲的啉酒醉，唔是要误代事的，是伊非常有感情一个查甫人。哎呦！有一天呢，一个查甫人吼，伊康康，伊去酒店，去酒吧，迄种酒吧，吼。对嘛。迄唔是酒店，酒吧，伊就捂住，你知无？他就去喝酒，结果就这样，来 waiter， 我要两杯瓦嘎，真叮当。瓦嘎是一种烈酒，嘿，一般人哦来讲，心情咪无好，咪紧忙拢啉较高的对吧？伊讲先生你要几杯？啊，我要吐两杯。哎呦，对，不是吐，是两杯啦。两杯，吐。嘿，啊伊讲哦，两杯奇怪，啊你就一个人有啥叫两杯？啊 ，waiter 就。就关心你呀，你著一个人有啥物叫两杯吗？那是不是有客人还是你的朋友呢？伊讲唔是，伊就透露心声，我即位头讲，因为吼，我有一个朋友常常啉烧酒的时阵拢陪伴我啉烧酒。今仔日我即个朋友吼破病真重，恐惊活袂久，所以一杯
就代表伊甲我啉烧酒，这杯是要叫我的朋友啉的。啊，话到听着，敢当有一点很沉重。啊，开始重情重义啊，无重分味啦吼。伊就讲啊，这两杯给你，就你吗？伊讲啉了茫茫倒转去呢，经过无偌久的时间，伊又转来。哎呦，伊又来再甲啉烧酒。哎，过来啊！啊来的时阵呢，伊嘛是搁叫烧酒。来 ，waiter， 过来。过来。伊讲，哎，先生，我见过你啊，你上次有来啊，你这次要叫几杯？我叫一杯。哦，那很正常，一杯。可是呢，这个 waiter 又觉得说，哎，看着。因朋友。哈，对对。伊甲问讲，你以前拢叫两杯，今嘛是要叫一杯？莫非你的朋友是无好，还是过身？伊讲，唔通我白讲，当然是无啦。我的朋友活啊足好势。是因为我已经戒酒了，你忘戒酒啊？所以我去啉伊的酒啊。是，还有这种算法哦。我是根本是爱啉，好不好？这个逻辑就奇怪。你戒酒，你明明又叫一杯酒啊。无啦，咱有一个枪，有一个枪击要犯，啊，伊算讲要用伊算为非作歹嘛，啊，算讲用要用枪击，这个枪毙，用枪毙，啊，人就讲。伊个关足久啊嘛，啊讲啊明仔载就要枪毙啊，啊人就讲啊今仔去阴暗，我甲伊送信。伊个典狱长因为嘛是久啊，我讲啊，你明仔载你就要枪毙啊，今仔阴暗我甲你送信，咱来啉一杯啊，是，对不？一定啊，最后一顿嘛。啊，你知影伊个枪击犯讲啊，我医生讲啉酒对肝唔好。明天就要拜拜了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在意他的肝好不好？没有啊，一起要写完整很健康的尸体啊，给大家做善事，没卖啦。来来来来，说说好朋友，先姬姐。啊，那公文姐夫人啊。啊？夫人啊，夫人，夫人，夫人嘞，夫人，夫人，你是阮老爷。哦，老爷。好，我就讲叫老爷就好咧，老爷。我大概有当时啊，若敲电话给我，我都在你眠床咧困，拢老爷，我讲咧困，妈妈叫就会醒。伊是真古锥啦，很传统的妇女吼。是。你看伊嫁嫁嫁嫁就好。嗯。啊，不过你唔通看伊安尼生哦，伊捌做过女侠。啊。女侠。哦，女侠就是。女侠。女侠。有功夫的啊。有功夫。啊，你也知伊拢做迄个很有气质的韦小旦，今天做着武侠嘛。哦，就看人咧吊钢丝，你也知人做国外拢爱吃真美啦，吊钢丝啊，哈，什么都来真的。我就看人咧吊钢丝，伊就咧想讲，我从来都没有做过侠女，咧吊钢丝呢，哟，飞来，很美啊，羡慕啊，哎、欸，真的会这样哎、欸。伊讲我来用吊一边的偌好，你知道？啊，人咧道具师咧用物件，伊讲，拜托个啊。今麦阿袂钓到别人吼，你当把他钓一下无吼？迄个人吼，迄个人嘛，感觉讲，这个人在被虐待，你知道？因为钓竿是很痛苦的事情。是啊。可是伊也够唔捌用钓过，阿讲好啦，伊也计想要好生甲钓看卖啊，来甲钓，钓钓钓顶头个，甲扭起来，你知道？扭起来，结果在半空中害咧害咧，哦哟，这死我好中意哦哟，做侠女。结果人边仔伫咧看，感觉好笑，我一块猪肉掉下去啊！为什么？其实吊钢丝是要有那种有诀窍的。如果你这样拉上去，你要摆个 pose， 这样又爱滴来飞，要飞上去，不然吊起来会平平的，对。对，要摆 pose， 然后你要吸气，身体才会轻嘛。你看人看这《神雕侠侣》拢很美嘛？对。啊，伊袂晓袂晓摆 pose， 变做吊起来变做一块猪肉掉。好像是在后面一吊哦，结果讲，啊，神机来无看，拢食便当，食便当，叫神机啊，结果吊伫顶头，啊，跟阿蹦来蹦来蹦来，又食饭，一路来吼，你敢来一路？乱吃啦！来，不要紧哦，神机食便当，好卖搞，好卖搞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啊，苦的啊，食便当，食，食到尾也成功，神机，啊，你养吊钢丝哦？哎呀，可是我刚才吊啊。等一下哈，你还再吊一次？为什么？今天有你吊钢丝啊！干嘛？一去你还不管，不管鬼拢偷偷穿。啊，不能吃太饱。对。我有一次喝酒喝到凌晨五六点，啊，我去录影，我得去录影。嗯。一讲就讲要叫我演那个什么啊？霍元甲。呼呼呼！系啊，啊，佫有一个什么？黄飞鸿啊，就是迄个李连杰咧演的，啊，所以嘛吊钢丝啊，嘛是透噶，哦，所以这个要吊钢丝正常的时候就已经，对，就不能吃太饱，我们要宿醉去吊，哎呦，那更受不了，你都吐出来，你当凌晨都吐出来啊。
知道，唔食卤卵啦，海胆、猪头皮、金针菇，什么叫金针菇？金针菇，金针菇伊的学名叫啥？你知道无？叫做明天见。因为你吃多少金针菇，不会消化。第二天，它还是一样的都出来啊，对不对？叫明天见嘛。哎，合情合理，我顶了，明天见。来来来，其实吼，这歌曲跟流行歌曲，还蛮有异曲同工之妙的，对不对？有很多呢。像如我讲的 RMB 啊，对，那种会足好看的，有无？系啊系啊。其实嘛是跟歌有关的。有关。啊，现在流行歌曲吼，拢是跟这个，拢跟这个评剧啊，对，哦，啊，其实做这些流行歌曲，当跟这个歌曲。做结合呀，结合有呢。哎，其实阮拄较早咧唱歌戏啊，阮倒是做传统，阮倒是做三代，我是第三代的歌仔戏演员。伫阿妈一代，跟妈妈这代跟我这代吼，完全是不一样的曲风。像我恁看拢是做传统的对吧？迄条跟妈妈一代很传统的，可是一定要把传统留到现在做改良。哦，对。哎，无同款啊，参像你话讲秋月曲啦，哈，也是爷爷为来失眠。江蕙演唱的啊，对对对对，呀呀为你来兮，你看他那个转一个为你，这个就是那个 RMB， 对对，像陶喆唱那个《望春风》有无？对对，啊，《望春风》马上唱歌去。歌也无伴，手啊顶的，春风对面吹，吹啊吹去。笑脸皮，哎呦，哎，你是不是啊？他这个是两个曲调加在一起，流行歌跟歌仔戏加在一起。对，他是有这个东西。不错，哎，不怪你搞清楚。没有，常常有去看你们表演，就会哎，这个好像跟这个可以这样结。其实我看那么多的歌星哦，你想用功，你我都从这个很多曲调里面哈来做自己哦唱想唱的。所以你歌音就够唱，唱无同款的风格。哦，是是是是。我今仔要讲的这就是讲，你拄仔听新歌啊，唱什么新骑白马，对吧？其实你看新骑白马吼，会当唱 rap 的。啊？可以吗？可以啊。真的啊？你怎么唱？我可以唱一个版，我唱了吼。麦克。来来来，我唱了吼，换这个康康来唱看。哦。就是你把我是唱新卡贝贝，对不对？那我唱一下，你看能不能学起来。可是你注意听，我的歌仔戏里面啊，唱 rap 还是有歌仔戏的味道。真的吗？来来来，老师，你几老师几个 key 啊？就是 rap 的。懂懂。可是没有声音。我来。啊，新卡。可以猜个音啊！啊，走三关啊，改换迄个所以啊，喂，中原啊，这个啊，今日要去倒买菜，请你跟我讲啊。是是无难关，唔知啊，康康，你暗早你看到咩？你赶紧来跟我讲，啊，若无明仔来买门票，咱就无通好看，知影吗？哎，啊，第一可怜可怜呐，是王老宝传呐，第一可怜是王。唱法，但是中歌有这个 rap 的感觉啊，因为伊迄就是一直重复，对，啊，不过你也重复的，诶，切点爱掉啊，你那什么洗洗洗，洗洗洗洗，我跟你讲，什么，这是啊嘞，洗棒山，洗洗洗洗洗棒人，棒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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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面，哎哎哎，够闲嘞，对，啊，不过今仔因唱因咧 A B C 咧唱这哦，新骑白马走上啊，哦，伊袂。伊袂安尼念哦，我念无你听。我来，我来唱者，唱无同款的来。哎，我老师一个 key 来。我心却白白走三关，该
晒死了，无人管，我地不断，地可乱，风不穿。伊袂当讲，伊袂当讲，我心卡白白，伊心卡白白啊，你快音快音啊，因为 A B C 嘛，想唱那种快调子的。可是周杰伦不是 A B C。那个很多人也不是 A B， 可他变成是这样唱，因为咱伊也无安尼唱，变成叫叫人数来宝，心卡地贝张长官，张华秀也变成数来宝，没有错，没有错，所以这个啊，即卖伊就是安尼，心有在少年拢爱听这风格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拄仔就是因为我用唱歌音，把我的那个长音拉成歌仔戏的音调。好厉害，厉害！嗯，你袂歹，你拄仔唱第三句，放晒少年。应该是放散吧，放散，什么小梁啊，放个恨呐！好，来，我们来看分数，鼓励。来，我们的评审请举牌，给白亚第一位，我们的张火龙先生，十分。来，那接下来要欢迎这一位王彩华小姐，欢迎。耶！厉害，哎，对呀对呀，在减肥哈。哎，已经减很久了，最近就吃的比较少啊，然后又搬家就很累呀。啊，你的头壳有安怎不？哦，我有看你录音啊，跟人受伤啊，你哥假装没事情啊，搁要做效果，甲宪哥金。对啊。哦，你真正有够上班嘞。我牺牲的啦。哎，我这样讲是一个开心果，人家火龙果里遐我拢唔敢讲啥的。我开心果，我是娱乐大众哎，对不？哎，像火龙，好适合替火龙果代言哦。啊，你啊，食火龙果，食了会生，得爱食一只桃啊啦。春头你也怪哈，你爱一公你爱干哦，哎呦，哦，是爱干，对，很多爱干的名字叫春头，阿爸的叫小翠，对，小春头，对啊，然后哈，哎，田公哦，你还自居为极致歌后哦，哎呦，开玩笑，你点子到嘎嘿，最后一个字不唱嘿，阿改成底，对。啊，拢唱黑还是低？对，黑啊，低拢有啊。你硬凹嘛？我硬凹。这些朋友是长外来黑，他家都长得红豆最黑。首先这位水更黑呀，他真的长得很帅。哎呦，观众朋友啊，这摆王阿彩华的极致歌绝对甲顶摆无同哦，把我先甲吹落去哦。穿得很美，尤其我也特别很娇美，看起来像八妹呀、啊，玉芳的身材像超美，火龙大哥啊你吃八妹，啊春桃她像个小妹妹，啊淑芬她长得像三七妹啊，桂英也有点像那种男性美，她长得真贵，你去看那妹，阿公阿妈小弟加小妹。如果你听到我家小欢妹啊，我会跟你说，你真的美。嘿嘿嘿！你袂当为着押韵，你一个真心美姐蓝心美。哎呦，安尼这是我跳的所在啊，对吧？来了，今日来嘛爱讲笑话啦，嘿，喂，你咧创啊啦？我来提示讲爱讲笑话，亲密接触。哦，我知啦，都有一个吼，做小花吼，阿姨是一个学生嘛，嗯，然后呢，而且长得很漂亮，很纯洁的一位少女哦。然后她隔壁班有一个叫做小明的哦，看到了就很喜欢，就好想约她出来呢。走走这样子，是啊，可是哦，一直约，一直约，这个小花都说，嗯，不要，人家不要。对，但有一天呢，小花她就答应小明了，小明就好开
心哦。黄一卡啊，两个吼都安尼吼，伊就一直去，一直去，一直行，一直行，行行到一个湖边，行到遐已经就酸就忝的啊，就伫咧一个大树卡。大树。大树下，然后就跟他休息一下。哎。啊，休息吼，这个小明就讲哦。看到小花，哦，就想要给浸下去。啊，这小花，伊要给浸的时候，小花就说：“哦，不要不要啦，不要这样子啊。”啊，小明讲：“哦，这种感觉非常的好。”可不可以浸的时候，小花说：“哦，不要不要不要，你不要这样子。”结果一次两次这样子哈，结果这个小花还是终于答应了这个小明。两个呢，啊，想 OK OK， 不错，小花跟我当起阿伯。两个人就开始哦，缠绵悱恻里啊，啊嘿呀，来哒啦啦啦，我的哒啦啦，你啦你啦啦。你听唱国语吗？啊，听会晓唱吗？有迄个，稀稀落落，冰冰冰冰的，已经过去了。但是你敢知影小花安怎讲？你知无？小花起来就一直哭。小明讲，啊，你是在哭啥？我的护照，伊讲不是安尼。你敢知影？如果我若予我遐朋友、我遐同学知影，讲我今仔日做两个这种罪恶的行为，因是会看我无起。这小明感觉足奇怪，无嘞，人家做一届尔，然后你哪讲两届？嘿啊，小花讲，你哪会讲安尼？敢讲你等下无想要搁做一届吗？湖边有水嘛，喝点水。来来来来，讲出亚芬姐。哦，那讲的亚芬姐不是我的，讲我祖吼，我细汉看伊的歌。喂，爱听亚姐。就伊了哥哥。你别咧讲，你看伊啊，装修像是足恩道，伊伫台顶吼，迄种我会记有一个演秦始皇哎，演什么？秋风词啊。吼，迄真正迄曲势吼，迄个河丘安尼河起来时阵，迄种迄种感觉真正。真的哦。哎呀。你捌看过？我看伊拢按迄个失去记忆力啊，啊无就是。我毋捌看过伊用吹秋。哦，伊吹秋真好，就秋风。我来当初我做的时候，刚刚还袂出世。真阿婆。我是搞不晓是安怎解释噻，我去买卤肉饭。好想丢你。你是安尼出戏啦？安尼出戏。你讲咧买卤肉饭。无啦。啊，然后应该话咧，真正是咧，足吓怕，我看咧。吓怕。但是有一天我看到伊进前以前吼，我感觉那会遮好笑，我一直感觉真奇怪。迄场我嘛伫台下咧看，因为即个吼，咱亚芬姐吼咧演一个小生，啊，了有一个老生吼，唔知哪破病哪汹涌死去倒咧土家嘛。哎呦！啊，这亚芬姐呢吼，安尼就真正非常的艰苦啊，都一直哭，一直哭，哭种。拼落去有无？哎呦！拼落去，迄个我想讲，迄个老生就已经死啊。那一拼落去了，迄个老生，唰一下，脚丢一下。我讲，哎呦，阿娘话哪有人迄落，我要死啊！搁在我唰来唰来，搁丢筋丢筋安尼啦。我就感觉较会遮奇怪。结果我就甲亚芬姐问，你敢知亚芬姐？你看嘛，迄吼找所在袂当找好势。迄劈落去的时阵，你无看会当劈别位袂？直接劈对人的小鸟遐。你捌听过小鸟依人？真的，就是我讲讲着人的脉搏。天哪！啊，人伊都不能死去啊嘛！啊，你讲着一定会错一个呀。啊，你唔得，因得该画台湾棍，一举动动两粒石。你调工的哦，你小心啊！你做阿妹啦，你用安尼突出啦。不是，伊这有的吼，像讲咱两个作穑的，啊，我们合作，啊，有当会恶作剧呢，干咩安尼？没啦，我没有。但是那舞台剧不能恶作剧。没有舞台剧，听说最后一次都有一些都会故意。最后一场是不是？最后一场的时候，都会大家会来一个。以前我们不一样的是不是？我们舞台剧也会这样，以前作秀也会这样。他去演舞台剧，对。然后他是。剧中人嘛，你袂当去靠观众朋友讲，哎，康康你也来看，啊，伊我感觉伊就是有综艺节目，我坐遐我足震惊，我足感动，你也看，啊，伊是安尼，打招呼，还有要等别忙给我，打招呼，安尼啦，啊，我是讲奇怪，伊哪个用眉毛，你记得吗？我记得，我还看到，哎。
那个谁谁谁都有来，那个贾永杰又来，然后谢金燕和瑞友都这样。好不好？明明的角色跟我们就不合了，对啊，就还跟台下的人打招呼啦，对啦，不可以这样，这样不能那个，这样会错乱。对，有时候台那个台词会忘记，对，会忘记。来来来来，今天王冰心小姐要带。王永新，王永新，你是一个产后忧郁症吗？我产后忘记症。那带来这一首歌曲，就《爱情的骗子》，我猛力。好，来，我鼓励鼓励。讲什么？我亲像天顶的仙女。讲什么？我亲像古早的西施。讲什么？你爱我千千万万年。讲什么？你永远袂来变心。原来你是花言巧语，真情予你骗骗去。原来你是空嘴薄舌，达到目的做你去。啊，我问你，啊。几分？来，评审请举牌。第一位，我们的张火龙先生，十分。邱淑芬女士，十分。蔡春桃女士，十分。陈桂英女士呢？十分。好，好，来，谢谢。来，我们来公布一下总成绩啦。好，来看一下今天的分数。一号选手许仙姬小姐40分。徐雅芬小姐40分，二号选手王彩华小姐40分。好，今天三位都是我们的冠军。现在我们邀请张火龙先生，我们颁发冠军锦旗，谢谢。因为今天的冠军可以获得的是花开富贵红玉垂项链，可以让您招来富贵好运，上天平平安一整年哦。我们是三位冠军，是有艺人朋友。好可爱，谢谢今天现场观众朋友给我们的评审委员。谢谢，有拜访泰国银行的邓老七，让大家来说。